今天我们都是化身为乐师，来到这样一次乐方的比拼当中。今天我这叫乐尊东方清仓，我今天是东方甩卖。笑你怪才怪我，心中只是 just friend。中国呢素有礼乐之邦的称号，我们是为了致敬我们的国乐啊。有请咱们真正的后手，没错，我好痛快，等很久了吧你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啥？